好，今天是1月21，部落格串联第二次抽奖，我们先来抽出部落格串联百位数。好，今天有四，已经到今天为止已经有479个部落格串联了，来先抽出百位数。你好，我是花教授。百位数四。好，再抽出下一号。三。七。七。好，恭喜476跟377。好，那现在开始抽出真文的。总共抽出四个号码，先从十位数开始抽。零、六。好，下一位。下一位，三，三，好，还有一位，三，四。好，我们到今天为止总共有34个部落格，真文文章投出来，那恭喜0616333及34四位网友。